你好像听得懂的呀。看起来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请身体好。我没完成了，电话又给我讯息一直来，我根本就没那个心情。所以你去娶亲事处理公司什么事都没做，今天是我们做试管婴儿最重要的日子，便宜又提早三天就通知我们今天要回来取卵取精，然后再当安排植入时间，你现在没先把其他的事摆开啊。我若是没把事摆开，我现在人敢会在这，我应该在理发院了，敢不是？但是你人在这，你的心没在这，你在处理公司应该要完成的事情，你没先完成，那你来这敢不是白了工啊？你就是讲我规工都营营无代志做，都等咧生囝是吧？我即马是立委，又果是党团总召呢，有真侪足重要的代志，等咧我去裁决，总袂叫我啥物拢卖管，我好不出放好烂啊！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既然来遮，你都应该先配合完成疗程啊。我即马都无迄个心情，你叫我要哪配合啦？那安尼，我给你半点钟的时间，给你调整心情，安尼好不？我真无简单，才能取出卵子，虽然只有两粒，但阁真珍贵。即马就干那查你的精子，然后就当进行后一步。只要你稍等下，去取精子，然后刷落我的代志。都交给我，你免烦恼，安尼好不？讲到袂是真简单嘞，我唔是精生啊，这款的代志若是无心情，免来做会出来啦。我拜托你，莫咧为难我好不？后盖才阁来啦。什么后盖？我做这么久的破软针，不管外无爽快，我拢忍嘛。你即马甲我讲后一盖？那恁快辛苦，唔都白条工啊！辛苦，欢喜做都爱感恩受啊！讲唔惊辛苦的人，敢唔是你？我讲什么只要会当生囝，唔管什么打拼，拢袂白条工。这话敢唔是你讲的？啊！你即马是咧爱啥？讲到袂输是我逼你的，我的压力已经有够大，你即马搁创一顶这款的帽仔，让我戴落，你是要我第时你才感恩受我？对。欢喜做甘愿受，所以所有苦我拢经过来啊！我无怨言，啊，不过你是不是应该对我体贴一下？医生我找上好的，病房我嘛替你安排上贵的，这阵啊嘛有你吃上好的，安尼敢要阁无够体贴？我爱的敢是这个。就亲像拄只，我的麻药还袂退，我人足虚的，我头壳足戆的，我的心情嘛感觉真不安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关心我，啊，不过你自头到尾，只拢伫看你的手机啊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揽一下，讲几句安慰我的话，我敢是伫为难你。莫讲到袂事，我拢无甲你关心啦。你敢有？你若真是有关心我，敢是这款的态度？啊，无甲你揽一下，讲几下好听话，你的心情就变好啊？啊，我甲你揽一下啊。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。根本就无这个心。你看，咱嘛已经烂过啊，好听话我嘛已经讲啊，你也是无满意啊，你这么是挑工出来麻烦就对啊啦。歹势，我就是你的麻烦啊。幸亏因为我袂少岁啊，加上我的体质无好，
所以这个疗程对我来讲，每一关拢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我只是希望你能配合一下。你所以因为你心情不好，就想要放弃。安尼秘书，是我一个人在一头热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坚持落去啊？啊！我今日就是无法度嘛，无迄个心情。你到底要我讲几遍？刘担当，恁在九九会馆庆祝委员晋升总召的工结束了后，委员坚持要转去，叫我再伊去一支平路吧，继续恁嘛。啊，然后就一直甲我挂断去。我想想也是袂放心嘛，就一直待伫个委员背后。恰巧我看到伊甲林子倩两个人。你两个人干哪？真好噻！等到人讲东郡一胜是英雄救美啊，阿美。那这次到这是无问题啊，啊，不过后来啊，林子清甲委员吐甲规身骨拢是呢，阿伯啊，因两个就带去开房间啊。我原本想讲哦，委员哦，衫裤换换的就离开啊，我就在外口等，啊，我哩等。等到隔两钟头，因两个哦，才分别行出来。阁有啥人看到这件代志？我归案哦，我守伫遐啦，是无看到啥物可疑的人啦。啊，毋过有案哦，是有家庭的人呢。啊，林总呢，阁是担当公司的人。万一啊，这消息会传出去，不管是公还是私啦，啊，对有案哦，我是有影响的。等等，啊！你讲这件代志哦，是要怎处理才好啦？你先把遐皮穿落啊！哦，是。你以前你要赶紧，应该是着急要去讨论分赃的代志哦。海生呢？我唔知你咧讲啥。你卖个地青啊！台湾喜悦不是早就摕到政府补助2000亿的观光预算，啊，不过200亿的签约金刷袂入来。你莫跟我讲，这只是咧假定数，这种白话，我无遐尔好骗。啥？你还袂收到？奈安尼啊？那安尼，你应该问看卖罗家峰钱是走去倒位去啊？毕竟台湾喜悦是伫负责的。你甲周顺哲同款。拢叫我去问家峰，啊！不过即马家峰就伫个国外出差，伊哪有可能知影状况？伊是 CEO 呢，就算讲伊人伫国外，嘛是爱随时掌握公司的状况啊。你敢会想过看伊无啊？你卖想要甲心灵杀好家峰？这个步骤是你经手的，无人比你更加了解状况。你上好是即马给我解释清楚。我想你应该是误会啊，我是立伟。不是台湾喜悦的员工，既然我拢已经替你争取到补助款啦，那安尼总袂去叫我做媒人，搁会包生囝，这是恁公司的问题，应该是由恁去处理才对啊。我是会当处理啥？心是恁，鬼也是恁。你甲陈忠信就是拍算把这补助款摕去投资光电，然后出代志了，才叫家风替恁打嘴。你就是讲我看袂出来。叫我把这检举的批 email 给政府单位，还有媒体，不管陈忠信有什么意义，拢将来当放弃。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替家风解围。林子倩。你的时间了，够这尔拄啊好。刚是陈东俊走去找你斗。哎，甲东俊即马感觉伊家己真牛，伊哪有可能甲我看伫个目睭内啦？哎，是我要离开公司的时阵啊，拄好听到恁两个人讲的话啊。而且我看你当阵一个人安尼气扑扑的，为你办公室的方向行来，我参照真正要甲我检举的款的。
是又该哪？领头摕政府的补助款，要摕去做别个生理，阁有家风做恁的替死鬼，这尔啊恶极的代志，我绝对要阻挡。先卖只冲动，先听我的口供了后，才去做决定啦。无啥物好讲的，我等遐尔久，就是咧等你的骨卡搜出来。今嘛真无简单，互我抓到空棒，我绝对要趁这个机会，甲恁所有人送去一家。你坚持要甲阮检举，我无话通讲。只是啊，有一个你小小的秘密，应该嘛保守袂掉。有这個，到底是陈东俊？伊根本唔知影有这个影片，伊嘛唔知影，我已经知影这件代志。哎，都安那讲啊？你要跟我比啊，还阁差真远嘞！设计家己甲家己的表现，莫乱用这款代志。东俊应该是做袂出来。竟然提这种代志威胁我，你真正是有够卑鄙！你家己若是较自爱，我敢有在条威胁着你啊？你要想好清楚，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毁掉人毋但是我，你后生的前途嘛好有去。是啊，是讲哦，东俊甲亚杰婚姻原本就保袂掉啊，所以伊真正失去的应该是伊的事业啊。啊，那钱啊，佮赚得有啊，啊，你就无同款啊哦。感情若受伤害，买弥补是真困难的。罗家峰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你想恁两个敢要有机会好好啊？为滴家峰心内根本就无我，有这件代志敢有差？嘛有影吼，恁两个啊，住做伙五年啊，罗家峰竟然到即马佮无你任何。阿姆哥，志汉伊就无同款啊！你是志汉的妈妈，啊，东俊对伊来讲袂输是伊爸爸同款。若是有志汉感觉讲，甲伊上较亲密的两个人竟然做出乱伦的代志，你想伊安怎看你？你是要听伊的姑姑妈咪，还是要听你？那伊的感受，你敢无需要顾虑者？我只是饮酒醉，只是糊涂做唔对代志。志汉这尔大汉，也当体谅我。志汉当然有法度体谅你啊，暗过别人更无法度体谅志汉啊。到时阵所有人拢知影，伊的妈妈、甲伊妈妈的表兄做出乱伦的代志，别人用啥物眼光来看伊？而且伊即马对伫个东俊的身躯边的，凡是阁有人会生因为讲。志汉根本就是你甲东俊生，安尼到时阵你要计安怎做啦？你认为伊敢无法度忍受这影响未？唉，但即马小小也阁会好个呀，你着赶紧把这个要检举的批删除，安尼我甲你保证，我这个影片。永远拢袂有其他的人看会到。安尼就对啊啦。为着一个无爱你的查甫人啊，将家己的名声啊，搁有后生的未来悲惨落去，无忌惮。你是巧巧人，你绝对知影安怎做才是对恁母仔囝未来上好的。